一到冬天皮肤就干燥起皮儿，这正常吗？从中医角度来说，人与天地相应，秋属金，其气燥，秋燥呢易伤肺，而肺呢外合皮毛，所以皮肤容易在秋季就出现干痒等症状。再加上冬季寒袭来了，寒为阴邪，易伤阳气，并且寒性凝滞，容易使血脉阻滞，肌肤呢失于濡养，进而呢会加剧皮肤干痒的症状。所以大部分人呢其实都会皮肤干燥，